一只只要红龙色的，然后看到都馋得很。哈哈，骗的嘛，你做东西吃一吃，爱捡包，再不都捡捡。捡，之前捡钱很咯，干活路没当方便，我说你。好的，我这里捡的。我这还是我省高的个钱，回家钱。那过到过月了，家以后，过月了。这找到这个楼，这个楼的人呢？哎，让我做梦干了。回来没？你赶场回来了？你被中招不要紧，来写好烧的。哎呀，让我去赶场，我样样赶场，卖孙子啊，说卖不到多狠。那些我没点，你那点跟你去吃。哎呀，黄爷们，你都背在龙山的，你不也回家给吃嘛？吃不了那么多，我那天给你拿一车，我妈煮的都还有，还挖到几根。哎呀，你背在龙山的呢，硬是龙家也背够干喽。哎呀，还是够背喽。那么你拿点去吃，天津人多的，多拿几根去。啊啊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再来两根。啊，不拿了不拿了，那根背着都还有两根。哎呀，两根就够了。你还可以给，你背在身上。这个小人也带你了，我们人少点的嘛，就在我娃要养我两个。我要看黄山谷口。要得，哎呀，你背在那个买房子嘛，背在几个嘞？还是买好了的。走了，你我去。爷爷，慢慢走。朋友们，你不要走了，我拿点东西给你的。你还要啥啥子东西给我？哎呀，朋友们，我掏了点菌子，你拿去看。你要哪掏到那么多菌子哦？哎呀，来打点火，你给我吃点嘛。好吃，刷把嘴了。啊，你看我这子新鲜的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着急。好吃，来碗烩菜。